尊敬的评委老师们好，我叫钱纯正，来自大二商学士专业。今天我要朗诵的诗词是郑愁予先生的《错误》。错误，郑愁予。我打江南走过，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，如莲花的开落。东风不来，三月的柳絮不飞，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，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。琼音不响，三月的春雷不接，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景眼。我打打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，我不是归人，是个过客。感谢评委老师们的聆听，您们辛苦了。